主料淮南180克，辅料火龙果一个，圣女果、猕猴桃两个，草莓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准备好材料一一洗净，猕猴桃不用，圣女果对半切开，猕猴桃切块，火龙果切块，倒入酸奶搅拌成品。烹饪技巧，草莓尽量选好的，猕猴桃一定要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